大家看着这刘大哥是不是也有点干着急呢？陈大姐跟红娘说呀，他性子急，说话办事啊都是急了咔嚓的。这刘大哥呢是一个慢性格的人，这闷闷不说话的劲儿啊，大姐说他是有点受不了。再加上大哥现在没有房子，所以大姐还是觉得两个人不怎么合适。那从大哥家出来之后啊，陈大姐跟红娘说，其实他在最近的节目当中真就相中了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咱们一起去看看。我那天下班回家就看的这个许大哥，他的这个择偶的要求吧，还挺符合我的。我认为啊，我自己认为的。徐普生许大哥也是我们节目的老嘉宾了。大哥是吉林市房地产管理局处级干部退休。大哥找老伴不看别的，就有五点要求：白点的、圆点的、胖点的、年龄小点的、好看点的。择偶标准好像都跟我说的，好像就是我。他都说啥了？还记不记得呀？胖乎，白一点儿。反正我不是很白，反正还行吧哈。我就这两个优点。胖。年龄还行，不知道他人家想不想，想不想大的，不知道。胖点的、白点的、年龄小点的，这还真说的就是陈大姐呀。听大姐这么说，红娘找到了徐普生许大哥。哎，你好，徐大哥。你是吴女士啊？我是小五。哎，你好。徐普生，离异，65周岁，退休金7000元，家住吉林市，住房面积40平米。许大哥上一次在我们节目相亲，两个人有缘牵手，但是很可惜，他们无缘相守。那女的咋了？太大方啊，一看我好说话，我这条件那条件，我说不行，把公司全给他，那不开玩笑的吗？是吗？还把他妈整的，那不开玩笑不是吗？知道许大哥现在恢复了单身状态，不知道他的择偶标准还和之前一样吗？没变化呀。啊，还是我这五年就是个择偶标准，知道不？白点的、胖点的、圆脸的，对眼缘都是好看的。大哥的择偶标准还和之前一样，红娘赶紧跟大哥说呀，想给他介绍一位完全符合他择偶标准的人。你不说圆脸有点胖，也挺白，是不是？这行。哎，就正好符合你的要求。对对对对对，看看形象有没有眼缘，另外呢，看两个能不能合得来，知道不？如果合得来，我们可以处，知道不？红娘告诉陈大姐，大哥想要和她见一面的消息，可把她高兴坏了。大姐赶紧去买了水果，都把红娘去接她的事儿给忘了。妈呀！嗨，小五，嗨，看来看大哥来了吗？不能空手来呀，是不是？哎妈，这我一眼没照顾到，水果都买好了，就是、这动作挺迅速啊。走吧，上楼啊，看看去。紧不紧张？现在紧张。咋紧张呢？别紧张，放松。我跟你说，大哥是个可温柔可温柔的人了。姐，喜欢肯定要紧张，要不喜欢就无所谓了，是不是？那一会儿打算咋表现自己呀、啊？表白。表白呀、啊？想咋表白呀、啊？喜欢嘛，喜欢就大声说出来。哎呀，太好了。爱就要大声说出来。陈大姐真是一个勇敢追爱的人呢。两个人满怀期待的见面，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许大哥，哎哎，我把大姐给你领来了。来，欢迎来。没啥买的，东西干什么？真是没啥买的，这该拿回来拿回去，不要啊！啥啥水果都要，不要啊！是，那是这一点心意。不要不要不要，真不要。那我很高兴啊，水果拿回去不要啊，啥水果留着吧，知道不？谢着心意啊。难道女方买东西行？哎呀，谁的也不能啥了呢？见大哥也不能空手来，是不是？这是陈颖，陈大姐。你好，你好。这许大哥认识了吧？你好，你好，你电视里看见过的。那啥呗，先领大姐在家看看呗。看吧，这小屋。转一圈。行。这刚见面，许大哥就和红娘摇了摇头，这是咋的了？本身呢，他也不白也不胖，知道不？那要多胖算胖呢？像贾玲那么胖了呗，像贾玲那么胖了呗。是时候圈一波男粉了。像贾玲那么胖啊？对呀、啊。你这微胖的不好吗？不胖，一点不胖，很正常人，知道不？长得还不白，还不是圆脸，知道不？他那脸还不圆啊？那啥样叫圆脸？像贾玲那样？那可不、啊。一人一个爱好，这知道吧？我就爱好这样的。你看看吧，那个啥，人家奔我来的，是不是？
怎么一桌聊一聊，是不是就没演员的话，是不是属于尊重呗。嗯，没想到大姐十分自信地觉得她符合大哥择偶标准的地方在大哥心里并不达标，但是大哥说了不管咋样陈大姐是奔他来的，怎么也要聊一聊，和大姐唠唠嗑。在什么地方？站前上海路那块。啊，就离得都不远。不远，是不是啊？实际我家原来真的这块住，就这块动迁以后盖楼以后完，我的房子就卖了。我南边搬哈，我现在搬一开始那个世纪广场不盖高四多层吗？往南边搬，往东边搬，这带财；往西边、北边不带财。哎，这么大岁数还带什么财呀？自己我丰衣足食已经不是妹妹，我很有财，你不知道吗？很有财。这么其实是我条件属于非常不错的，知道不？不是最好也差不多，知道不？我看大哥还要在昆明。我想整个角度在昆明啊，疫情过节后，你自己本身不有退休金吗？那、还要赚钱干嘛呀？啊、还要，你必须生活啊！新钱社会没有钱就活不下去，就得要饭，你这个。那倒不至于，反正就是自己是把自己时间过得充足一些呗。对，不至于说搁家天天待着无聊。我对做生意不感兴趣，就是现在在家跟前儿，反正。打打零工啥的，就消磨时间，咱这也没啥事儿做，又不带孩子，也不管呢。刚才在楼下还对这次见面充满期待的陈大姐，怎么到了大哥家，完全像变了个人呢？也没有之前相亲的热情劲儿了，这是咋回事啊？看挺是跟电视里见的不一样，在电视里瞅的挺听人说话的，不像那啥的公职人员有素质那样。没感觉大哥说话挺温柔，挺温柔是温柔，说话不是说像干啥的，不是我想要干啥的，不行，还自己还把自己还攻心阶层，有什么好显摆的？我都不信啥玩意儿。妈呀，哥，那也在楼下还挺激动，挺那没看着人，我电视里看人跟这个不一样，不行，真是不行，挺失望的，真的来挺失望，不像在电视里那个感觉，心情一下就没了，真的看着不行，个小完太单听了，长得。那咱在电视上看着大哥的时候，大哥不就这样吗？不是这样，那瞅着挺高的，显得没显得这么点儿，你这长得丢羞的那么点儿。那你想找多高的呀？但是他这个不行，看着太失望了，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真是。看电视里跟本人有点差异，所以哪块我理发了。那你看哥哥可有点差异，好像变化挺大的，那有点电视里瞅着那么那啥呢，帅呢。理发理的，我不是说在电视看上你，不知道看没看出来多高个儿，因为我本身我就一米六十几，我1米62。我还喜欢穿高跟鞋，肯定要找高一点的。对，也是最主要的。你这看着不顺心，结婚以后啊，三天两天一吵着也没啥意思，知道不？对，那是。我攒日子后半生幸福，肯定就是两个人眼缘一定要对上，对，三观一定要合，对。所以说就是互相得欣赏，是不？对对。妹妹本身呢，你一点不胖，知道不？你很瘦，知道不？这很瘦，知道不？我喜欢胖一点的、圆脸的、白一些皮肤，知道不？但普通朋友也挺好，知道不？没有缘分就是没有缘分，咱们就做个朋友吧，哈。行行。